第二十六题，席黄手拉着一个气球，在他放手后，气球等速上升，飘向高空。此过程中，能量呢有什么变化？那么第一个，我们知道动能是 k 等于二分之一 mv 平方。那么二分之一大家都一样，气球质量一样，等速上升速度也一样，所以它的动能就是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动能是保持不变的。而位能是 u 是等于 mgh。那么我们的大家的质量是一样的，基质也是一样，就看高度，它等速上升，所以高度呢会增加变大，所以呢位能就会变大。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一题它的动能是保持不变，可是位能呢会增加，所以我们答案选 C。 第二十六题问我们说等速上升的气球能量有什么变化，我们答案选 C， 动能不变，重力位能增加。